阔别了6年，慈济志工再度造访河北易县西山北乡，乡亲领着志工进村访视。王爷爷迫不及待想让志工看看自己卧床的妻子。哦，那个热啊，那个他的血呀、血会这样流动啊。哎，好的。像对他来讲更健康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好啊，您能照顾他家也会比较轻松。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职工的一阵按摩，让奶奶的疼痛得到了缓解。这会儿还能坐起来接受职工们的歌声祝福。2012年岁末，慈济曾在这里动力发放，有些乡亲依旧把当年的棉被保存得好好的。 山里的村子平日里鲜少有人拜访，郑家奶奶健谈，开心分享自己的人生观。我这是幸福，太幸福了，吃好吃赖，吃什么什么香，对，见了哪一个孩子都是像恁那香包的似的，不是愁人，我都这样。然后看到这些人的时候，每当年都是很欢喜的。我就说秘诀在哪，他就说吃亏是福，他说。 心宽，他没有学到上人的法，但是他在做，他在行上人的法。2天的访视，志工走访了289户，希望确切掌握乡亲们的需要，在年底的发放中圆满大家的愿望。大爱新闻，这是美志工李月坡河北报道。